全国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。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啊，昨天如果有看到欧美股市的、啊，今天肯定是吼踹了蛋啊！你看，昨天道琼大跌251点，好，道琼跌200多点倒没有什么，光这个纳斯达克跌200多点，我跟你讲吼，就跌得你心惊肉跳了。可是你看哦，今天反了啊！台股还大涨百点呢、啊，亚洲股市包括韩国、日本，哦，包括这个对岸大陆，你看今天基本上都是收红的。安内，啊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当然啦、啊，股票市场哈、哦，这个涨涨跌跌，我个人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。就像我之前一直跟他提醒的。现在大盘它本来就是一个震荡的格局，包括欧美股市也是哦。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我们今天先来一下欧美股市，先安抚一下大家的心好了。再到道琼，你看哦，就整个格局来看，我承认这个道琼的指数这种格局绝对是不利于多头。你看半年线都杀破了，没错吧？而且还越跌越有量。好、哦，那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压回，目前刚好撑在年线的位置点，啊、哦，刚好在这个位置点12500左右。好。那费半的部分呢？小破年线，也是在年线附近震荡。的确啊，那么平常心讲的嘛，看了这种格局，看了这种形态，如果要把它讲的哇，这个对多头都有利来讲，还真的不太好讲哎。那为什么今天大盘会涨？那为什么今天宏哥的股票会涨？他说没有，就像我讲的嘛。你今天你要舍弃全职股啊，你明知道外资几乎天天在卖，他满手的全职股啊，只要外资一卖，指数一定会被压制住嘛。那如果你现在追随外资的脚步去买那一些全职股，那说真的，当大盘在跌的时候，你股票一定会很惨的。可是如果你听宏哥的话，只要抓紧现在短线上的一些主流强势股的话，我相信今天投资朋友记不记得前两天跟他提到的，看见中高价股真正的价值，这档股票我讲得很清楚嘛，回撤完毕，准备二次起涨。10月25号，有没有看到字卡上面有压？10月25号，宏哥第一天提醒你，你要来贴。昨天26号告诉你，你还是要来拿。今天量能涨停，有影无影？大家看你的这波让我涨停板，有影无影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知道心里面有满满的疑惑，这个我承认。就像我车标写的嘛，宏哥有多神，我嘴公公你也不一定相信啊，对不？所以为什么我前两天有是不是很清楚告诉大家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跟我赚那洋字的，没有赚到这个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华讯的都没有关系。贵起都贵起啊嘛！我一直拿一些已经我们赚到的股票，哦，来这边，我们不要讲说炫耀啦，我觉得这叫验证，大家懂不懂？这叫验证。那为什么要验证？就是要化解你心里面的疑虑嘛。那如何化解你心里面的疑虑？很简单嘛，手机啊拿起，扫一下二维码嘛，加入宏哥好友群嘛。有好的股票，我就直接安怎分享给你嘛。我知道很多人没有赚到洋智四只涨停板，没有关系啊。我知道很多人没有赚到华讯三只涨停板，也没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也许你对低价股，哦，有的人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宏哥吼，我这洋智哦，基本面也无外好啊，无赚钱，哎，我唔敢买。哇，这华讯嘛是对不？这嘛无讲外赚钱，我嘛唔敢买。对你讲这个，我也认同。但是我只要大家认清事实，就说现在大盘因为被欧美股市牵连住，所以那些大型股、全职股也会跟着被外资跟的调节。所以我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引导的方向？我说可能我们要先转变一下做法，哦，先去做一些比较低价的股票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华讯？我先送你，再送你洋智嘛，对不？这两支不管你有赚到多少支，不管你有没有赚到华讯，对不对？不管你有没有赚到华讯。不管你有没有赚到洋字，哎，咱平常心讲啊，哎，过去这半个月，大盘，大天跌，连跌半个月，
可是你来跟我拿华讯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华讯是一直涨啊。你来跟我拿这个杨智体验，你是天天涨啊。即使今天杨智跟华讯没有大涨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至少在他们开始准备要起涨的时候，宏哥是送给你的，没错吧？所以今天就像我这边写的，宏哥有多神，我嘴巴讲讲你不一定信嘛。好，我们不要讲半个月前的事情好了，卖个铁半个月前，什么华讯啊、杨智来讲嘛，对不？杨智嘛，顶礼拜的代志呐嘛，不是半个月前的代志嘛，那么铁前两天的代志来讲嘛，有没有看到这一档？10月25号我讲过啊，你要来贴嘛？哪一档来？我们准备要接牌了 ，double tick 过来，来，瑞阳啊，有没有看到？6452的瑞，6752的瑞阳啊，我呀不呀？中高价股真正的价值，你看哦，之前我是不是告诉大家越低价越会飙？所以那个时候我给大家的是什么？低价的 IC 设计嘛，所以有华讯。好、哦，有这个杨智嘛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也许你瞧不起低价股，哼，宏哥，我资金有够的人，我才不爱做什么低价股。好，我尊重你，我尊重你们有资金的，啊、哦，我尊重每个人还是喜欢比较中高价，然后基本面好的股票。好，我尊重你，身外不丢啦，我不应该分享低价股给你们嘛，所以我前两天赶快告诉大家。不然嘛，让来做中高价，然后有价值的股票嘛，瑞阳嘛，是不是回撤完去二次起涨来？你该夸嘛，对不？今天瑞阳是不是涨停板？没错吧？亲爱投资朋友，十月二五跟你分享的哦。我们美工美妹还怕洪老师会搞不清楚哪一天送什么股票，还特别帮我压日期哦。我之前字卡很少压日期嘛。好，你看像这个杨智是什么时候给的？月中给了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美工美妹还蛮顺，不错，还会知道压日期提醒了。哎，老师，你这个字卡是哪一天用过的哦？哦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就不用自己去记了。所以你看哦，10月25号，给那个李清呢，前天的事情呢，拜上的代志拿呢，给那个拜我呢，几百个鬼啊呢，对不？你刚我跟你讲，来铁鸡鸡呀，我看了吗？回撤完毕，二次起涨，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回撤完毕？对不对？回撤完毕，准备再涨，没错吧？我相信这两天，好，今天不算，前两天你有加入宏哥好友群的，好，这些这么多的投这个好友们，给宏哥做见证嘛？这是我会员的持股啊，这是会员的持股啊。基本上来讲，我在节目上我会拿来送你的股票，分享给你的股票，我都会带会员买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 call 讯，好，来，10月26号，瑞阳6752底部筹码哦，表现相对稳定，符合做多的要件，空手者120块附近卡位布局，一百二十块买，对。好、哦，我说过嘛，事先公开分享的百元嘛，对不对？一百二十块里加，记不记得我昨天上节目有讲？我说我们昨天就已经现买现赚了，虽然昨天瑞阳没有攻涨停板，昨天没有，哦，昨天他到收盘也没有攻到涨停板，可是你看哦，今天马上变本加厉，直接给我们涨停板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现在不懂这个盘的游戏规则吗？你还不懂吗？你还被这个道琼指数给影响吗？当然啦，就像我常讲的，只看指数的确很重要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影响指数的关键都是在那些大型的权值股啊，哦，你熟知的什么台积电、鸿海啦、南亚啦、台塑这一些，对不？那些股本动辄100多亿的都是权值股啊。那偏偏这些权值股谁的手上最多？外资啊，法人啊。那你要想。外资他现在为什么要卖台股？因为现在美国在升息嘛，美国的10年国债对不对？总共都快飙破5了，他当然会想会在台股这边套现，把钱弄回美国去赚那个利息嘛。有时候想一想，外资这么做其实很无聊，对不？以后我拼一下，对不？一支涨停板的10%，他干嘛去拼那个5%的那个10年公债？啊，人家这么做你也没办法、啊。
对不？搞不好那篇就是通电话，哎、欸，买股票把钱汇回美国，要去赚那个利息啊，你也没办法，因为他们的钱是投资人的，他不是他自己的、啊，外资的钱也是投资人，对不对？买基金的啊，你以为是他们自己的、哦？你以为是老板的、哦？马姆西啊，所以没办法，所以当他应付赎回的时候，他只能卖股票，所以你看。韩国股市他必须要卖，日本股市他要卖，包括台股他要卖，原因就在这里啊。那我们很清楚知道外资在撤大陆的股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资金回流到美国的情况之下，现在主导外资的这个整个台股的行情，并不是被外资主导，反而是我们国内的投信法人是最大宗啊。那你也知道，投信法人跟外资一般买的股票都不会一样。所以你要懂得追随的是什么？我们内资，我们叫 logo 主力，这是一些他们所锁定的标股啊。所以我当初在节目上，我给的方向非常的清楚，我很清楚的知道要避开外资现在调节的股票，反而要转向一些可能外资不见得会买，但是内资有可能会锁定的。瑞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。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大家，只有宏哥才能带你看见中高价股真正的价值？我是不是告诉你，回撤完毕，二次起涨，瑞阳。前天来要的，昨天就先赚到一只涨停板了嘛。昨天来要的，今天一样还是可以赚到一只涨停板嘛。你说这个跟我在那边车标写嘛，我今天我有多省，哇哇准。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用什么神啊准啊来形容我自己。我一直告诉大家，你今天你要验证我，你要考验我，哦，你要搞到口气嘛也塞。哦，宏哥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那就加入好友群嘛，对吧？所以，同志们，我先跟他强调，我们今天并不是要再来推荐你去买瑞阳。好，我先跟他强调，就好比说前天杨志在大涨的时候，我也告诉大家这个位置点就不用去追了。给点冲起来你没买，好，你没有把握在飙涨、在起涨的那个点切入的话，你后面追进去，你自己会买的该有该有。刚刚会不会我们在帮宏科的会员抬价？对啊，那所以我是不是告诉大家，当我在决定分享股票给你的那一天是最重要的，因为股票要起涨的时候。我也抓不住啊！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在分享这个？打个印象嘛，来，我们来讲这个就好。来，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在分享低价股的时候，低档分享的是什么？华讯嘛。那时候我说讲得很清楚，对吧？事先预告低价 IC 设计的标股的话，10月13号哦，我先抓回原形呗，我先带回原形买。十月十三日对，你家？我问你，它涨了没？标阿伯，阿伯嘛，对不？我是不是告诉你，赶紧来拿，赶紧加入好友，我寄给赏你，没错吧？那你看哦，这一档股票还没有标之前，我就先提醒你哦。结果后来隔天，你看开始标，对不？不管你有谈的不谈到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别忘记了，这段时间10月13号大盘在家。大盘正好要从16800跌下来，可是如果你来跟宏哥拿华讯，刚好准备要大涨，那样呢？天地颠颠倒病啊！哇，宏哥，为什么你知道这个华讯要起涨，对不？但是如果你看指数的话，拍谁？大盘正准备要跌啊！对不？10月17号再送你一档，也是一样低价的 IC 设计。再会，再去一刚起啦，杨志。17号大盘在哪里？大盘在家，你家，你家哦。大盘那天最高16770啊。你来跟我做杨志，拍谁哈？17号刚好买在起标点啊。我看了不？看清楚啊，10月17号大盘干16770，你刚好准备要大跌啊！你来跟我做杨志，你看，
你要说我有通天的本领，你要说我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都可以。我再跟大家强调一次，这叫战术，这叫战术，就像《孙子兵法》里面讲的嘛，山不转，你要懂得路转啊，你要懂得，你要了解到，就是说，在现在大盘缺少主流，在外资还在卖超的当下，你去执着那一些全职股，你去执着那一些外资现在满手的一些股票，他准备要套现的股票，你肯定是挨耳光的啊。所以为什么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要买这种越低价的越会标的嘛。好啦，那卖个公仔啊，好不？好，无谈到就准无谈到啊，无差啦。前两天的事情嘛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？好吧，那你没有赚到杨志，没有赚到华讯的都没有关系。这支你得爱对到，你看，有个两个停板，不是跌停板哦，是涨停板哦。来，二十五号我叫你来拿，在这里，没错吧？十月二号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要来贴嘛，隔天还可以来得及跟我们一起进场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哦，大盘那一天，隔天你看昨天是大跌的哦，昨天是大跌的哦，今天呢有气无力哦。可是你跟着洪哥今天如果赚到瑞阳的话，你看哦，硬生生两支哦，两支哦。所以投资朋友，股票市场哦，我这么讲好了啦，它没有绝对哪个方法操作它一定是对的嘛。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很多教科书上面所教我们的不一定应用到现实生活，它是用得到的嘛。因为股票市场强调的是什么？实战的经验啊，大家懂吗？你以为你今天去重庆南路，台北市的重庆南路有一条 都是卖书的嘛？你以为你去那个重庆南路的书店里面去买一两本，哦，什么谁谁谁写的，什么教你如何做股票赚大钱，你就会赚大钱吗？你以为你去学个几堂课，交个几万块，你就会变股神吗？你以为你把重庆南路书架上面那些教你技术分析的书全部倒背如流、滚瓜烂熟，你就变股神中的股神吗？你就会超越巴菲特吗？事实证明告诉我们嘛，理论跟实战它是有差距的嘛，亲爱的投资朋友。所以为什么洪哥告诉你，我送你股票，你一定爱来提嘛？我讲得很清楚嘛。所以啊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无赚到杨志免硬气，无赚到华讯无所谓，瑞阳嘛无对到啊免干啊也不用心情不好。来，我连气甲几杯摆，好不好？现来电前十名，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，不用等到进广告。这是有成本的，也许就啊。洪哥，咱本来老师弄前二十名、前一百名、前十名，哎，在行不能哎，请他投诉朋友啊！你以为给你们试吃这个是完全我洪哥都不用付出成本的药啊？老板来是不是跟我算成本的、啊？知不？我们人力也是很有限的、啊，这要钱的哎，妈行不能哎。所以哦，今天洪哥只能告诉你，先来电前十名，你基本上在卡两位啊，好不好？不用，不一定要等进广告。现今天来电前十名，洪哥带你试试一个星期。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你还在看吗？三三三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三三三轻松富专案，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
信从顶业开始。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。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顶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好，今天刚好是星期五，不管你是在今天看到节目的，星期六看到或星期天看到的，记得。想要知道红哥有多省的，先来电前十名。好，拜五买赛啦，拜六买赛，礼拜买赛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厉害。我说过我很不太喜欢老王卖瓜啦，真的。可是有时候又不得不卖一下瓜。你说，我们拿之前已经大赚的股票一直来讲，你不一定会有感觉嘛，对不？我这边个比好打个比方，好，来来，我们来讲我们以前哇大赚的股票，你看九月初对不对？上全大赚七成，迅鑫大赚将近一倍，哇，包括光盛对不对？像这个都是我还没大涨之前都提醒你，而且都是加入好友群公开推荐的，包括高技也是一样，到现在股票都还在手上哦，好、哦，还有包括这个万润也是一样，我一直拿以前的东西来讲，你无感的啦。啊，我无谈到啊，高位我也卖你啊，对不？九月份我不知道你红哥是谁，我不知道你周红是谁，我有没有看过你节目？所以我一直拿九月份的东西来跟你讲，你们可能会麻痹嘛。那我再跟你讲华讯，再跟你讲杨志，你也不一定会有感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哦，为什么前天的时候，前两天的事情嘛，对不？十月二号一天，我是不是告诉大家不安的嘛？如果你觉得，哎呀。杨志，这种低价股我不看在眼里，啊，不然呢，中高价这也塞不，对不？我告诉你嘛，谁能看到真正股票的价值嘛，真正的价值嘛？我红哥不是只能看得到低价股的价值啊，高价股我也看得到啊。只是说，就我的判断，现在来讲，整个中高价的股票会是接下来大盘的主轴嘛？你说贵的，一张千百几万的股王这种的，你无得买得起啊，对不？太贵的买不起，太俗你看不起，不然呢？中的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中价的可以吧？你那杨志博基本面，哎，营收不好，我不敢买。好，这个我可以认同。哇，高价股的千几块，对不？一个千，顶多几百万，我买不起。好，我也可以接受。所以红哥是不是告诉你，不然呢嘛？恶意切作五嘛，对不？步步会让做中，安尼会不？所以我告诉你，是不是回撤完毕二次起涨这个瑞阳，来对又屌，我说哪不准嘛，我行哪不行嘛，对不？我再跟他强调，我不是很喜欢老王卖瓜，可是今天我非要卖这个瓜不可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说今天你永远抱持着对红哥的一个怀疑的话，说真的，你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我。带着我的会员一直赚，一直赚，一直赚，但是你永远都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今天特别好不好？破例开放来电前十名，好像气家。我刚刚在做这个字卡的时候，助理还在问红哥前十名会不会太少啊？别的老师都是前二十名、前五十名、欸，哎，再行不能哎、欸。我就跟助理讲，哎，太行不能，你们不用钱啦、啊。我们带人家试吃这个都是要成本都算我的头上啊，不是我小气啊。
在新本的啊，亲爱的投资朋友。所以我刚不是讲吗？如果今天星期五你看到的前十名 ，OK， 我接受。礼拜六看到节目的前十名，来电前十名 ，OK， 我也可以接受。每摆看的前十名，我也接受。哎，一天十个，三天就三十个啊呢。这都还算我的成本呢，好，恁试一下，不要紧。后尾摆主拜开始，安尼好不好？整整一个礼拜，让你知道宏哥有多神。要买什么，要进什么股票，全部我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等着你跟上宏哥的脚步，好不好？好，恁试一下。现今天来电前十名，宏哥要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什么神准。好，有啊，准有大行，就等着你来做见证。好，这等你来见证，先来电哦，好，先来电哦。节目最后，李玉柱说的投资者，周末愉快，操作顺利，我们下周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